每次吃泰国菜都舍不得点的大虾片，竟然在家就能做。他们用的就是这种真正含虾肉的虾片，放油锅里炸上10秒钟就可以了，还可以放空气炸锅180度烤3分钟，做个无油版的，真是又酥又脆，而且有特别浓的虾肉咸味，这个就是只要吃上就停不下来。